来自于韩国选手车正贤，车正贤呢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双刀的冠军，在上一届在第十二届的比赛当中呢，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季军。应该说，在这个项目上还是很有竞争实力的。嗯。难度动作做的还是比较稳啊，对，很轻松。他的棍法，原地双手提连棍，动作之间的连贯非常流畅。嗯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些快速动作的转换的时候，他的这个身法的运用也很好。嗯。人棍合一啊。对。发挥的还是不错的，看看能不能够拿到2.6以上的这个演练分。9.636 A C 组的满分，给到了2.636的一个演练分，目前他是一跃超过了蔡思明，上升到了第一位。